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0 纳塔群山的影子，在今年下加力免者得安宁。好，这边的话你来到这个流经支脉上方的这个地下的传送锚点，你这边可能没开啊，然后你先来到右下角这个锚点，然后我们跑过去。好，落地之后呢，西方向地图左边。你的任务指引走。来呀，展示你的勇气。好，西方向地图左边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在这里，这边有个地下的传送锚点啊，然后你开一下，开完之后呢，旁边 NPC 来开对话。好，接着我们接下来就任务群山的影子啊。然后我们去到这个任务提示地点，欢迎你也可以看一下。直走过来啊，那来呀，我开始触碰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右边这边点击修复啊，然后我们需要复魂一下啊，旁边这边我们按一下 T 键复魂，然后我们来这边旁边这里鼠标左键普攻打一下，我打一下按 E 键啊，潜下去之后我们也可以按鼠标左键普攻打啊，然后这边进入按 F 进入啊，它会自动去撞。然后这边在墙上的时候要点击这个鼠标左键，然后普攻啊。好，好，接着我们过来把这些怪清一下，我们按 Q 键变成自己，然后来清怪。好，这边就往下走的西方向地图左边，这边就先不管他。好，这里的话有个火神童，想拿可以直接拿了，经过他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怪清怪白呀，其实我们继续往下走。这边走过来之后呢，在右边这里有个传送锚点，来开一下，开完之后呢从边下来。清怪耶、yeah.到的，好，这边触碰一下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打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从旁边这过来按一下 T 键，变成这个龙，然后按 E 键，顺一边走上来。好，直走。这里画一个石头啊，鼠标左键打一下，然后我们这边按 F 进入。好，音
顺这边一直走出去啊，然后来清冠，这里滑按下 Q 键啊，按下 Q 键，然后变成我们本人，然后清冠。好，这边变身之后呢，我们按下 E 技能钻地啊，钻地，然后地上会有几个光圈，我们按鼠标左键。 普通攻击啊，打掉，你这边调查一下，好，然后按下E键，然后直接下路，接着我们来继续往前。 往边直走，然后右转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按下 T 键，变身了之后呢，然后往小地图主航角这边游。这边我们点一下操作啊。 好，下来，然后我们朝这个小地图下方，然后这边走过来，这边激活，然后我们按 Q 变成人啊，打一下这个机关。 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回头啊，来到这个人物提示地点，触碰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小地图下方，这边按一下 T 键，接着我们跟着这个上一下这个彩虹像一桥一样的耸肩往上走。 好，这边调查一下，再继续往前。这里的话就跟着他走就行了。这边我们切回到人形态啊，走上来。 好，然后我们把怪清一，清完怪之后呢，来这边触碰啊，好，然后左边下来。 旁边这里的话进行修复，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按 T 键窃取一下它的能力，然后这边的话按 E 这边的话就围这边转一圈啊，然后墙上也有些晶体，爬上来，然后打一下，这边点一下进入，然后继续啊，好，边走上来。 继续点鼠标左键啊！经过这些石头，我们就点鼠标左键，然后把这个
石头给打了。然后是墙上的，这里的话旁边有一个进入啊，旁边有个进入，然后这边点一下进入，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来从这里出去啊，好，从这边出去，小地图右边东方向，然后这边点进入，跑上来之后呢继续往前，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回头，西方向地图左边，好，你这边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按 Q 键，然后回复到自己的形态，回复到人形态，然后再继续往前，西方向地图左边过来，好，然后来清怪，好，那这边这一阶段任务就做完了，接着是下一阶段，安眠者得安宁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继续从这边落下来，好，然后触碰一下，接着继续跟着他走下来，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右边锚点开一下，这也是个隐藏锚点，然后开一下这个冠军链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好，好，对完换之后呢，来把这边过来清一下，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把面前的这个柱子给打了，然后角色打一下，然后这边触碰，好，看一下小地图右边东方向，地图右边这边是第二个柱子，所以的话我们站在这旁边啊，站在这里他会把我们送上来，然后从旁边这里绕上来啊，好，然后蒲公把这第二个柱子打了，触碰，接着是小地图右上角，我们往这边走啊，小地图右边，这一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这个柱子落下来啊，然后再站上去。等这个柱子把我们送上来，好，送上来，好，触碰一下，好，接着这边的话我们把怪清一下，好，全部清完了之后呢，这里会出现最后一个啊，触碰一下，好，再点触碰，好，接着我们看向这个小地图下方啊，这边直走，西方向地图左边啊，这边往前走，顺这边直走过来，然后朝着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方向走过来，然后看向这个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，顺这边下去，好，下来，然后这里就是最后一个，好，接着看向北方向地图上方，好，这边有个触碰，来触碰一下，这边的话要进入一个 BOSS 战啊，你自己打一下，
好，这边的话是一个宝箱啊，这个任务